一心一意等待进攻的时机。 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去吧，消灭你的敌人，征途如此。 祭坛复苏了，控制2座祭坛就能解放龙骑士。真了不起！可以的话，我需要帮忙。连杀。 同时控制2座祭坛，就能获得聚龙的力量。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，明智的决定。我们得杀。为了燃人氏族，一线连杀，斩断肉，选择天赋。 太优秀了，撤退！你的敌人，无声无息，悉听遵命，选择天赋。 为了燃刃氏族，轻而易举，死的光，我来尽你的时间，无尽的决定。
给我杀了这个英雄。为了燃刃氏族，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。好，来呀！早就该解决掉他了，双杀。看来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天才。正在聚集能量，龙骑士从石像发出怒吼。刀在人在。集中攻击这个英雄。龙骑士，消灭你们的敌人。连杀。我要挽回氏族的名誉。来对决吧！决胜负吧！那一定很痛。我的刀刃满足了，一决胜负吧！都是教训，每场战斗都是试炼。了解。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。悉听遵命。
终于有了成果。盟友需要支援，悉听遵命。杀！会染红我的刀刃，我要挽回氏族的名誉。新鲜的肉，双杀。好，你有进步吗？治疗者，感谢你出手相救。三杀，你表现得太优秀了。征途无阻，复苏了，太好了，保持下去。摧毁要塞，手法利落。
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天才。双杀！快控制祭坛，使得龙骑士的力量。胜。